乡亲们，你们看见了吧？啊，这是因为他们有后台。这个后台究竟是谁呢？现在我给大家看一本账本，这是我们村账本啊。徐富贵为给老婆做棺材借村里20元。徐富贵的老婆人还没死，就借钱做棺材，准备厚葬。万仓，你起来给大家解释解释，村里为什么借钱给徐富贵为他老婆做棺材？当时，家珍病得很重。那其他村民病得也很重，有没有朝村里借钱做棺材啊？那年我娘死的时候，我就一张破草席，我就埋了。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啊！一个是三代贫农老大娘，一个是地主婆，村里对他们是两种什么态度？我们家46年就破产了，就算46年你们家破产，可是你当了多少年地主啊？你欺压了百姓多少年？那是我爹，我一天地主也没当啊。徐富贵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漏网地主。而满仓这个被徐富贵剥削压迫的雇农，竟然今天也成了地主分子的保护伞。同志们，这是为什么？下面我宣布，满仓同志停职检查，由二愣同志代理队长。他，你下去吧。陈队长叫你。我是队长。好，从现在起，徐家川以后有什么事情，都要向二愣队长请示汇报。也能当队长。小罗，哎，凤霞，所长，哎，所长好，哎，你好，小罗啊，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凤霞，是位聋哑病人，我把他交给你了，你呀，好好给他治病，争取啊，弄出点成果来。所长，您放心吧。凤霞，以后啊，你要听罗医生的话。你瞧这姑娘多聪明啊，她呀会好好配合你治疗的。好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先坐吧。这就是漏网地主徐富贵的家。哎，哟。还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卫生习惯。二愣同志，啊，你刷牙吗？我才不受那罪呢。看来贫下中农和地主是不一样。人活着就得干净一点。怎么，你在笑话他们不干净？那是他们的事儿。是啊，你是不会把他们的事儿放在心上的。我都没明白你说什么呢。徐富贵呢？进城了。进城有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没什么事儿，为什么进城？没什么事儿，为什么不能进城？你说对了，以后没什么事儿就不许进城。如果要进城的话，必须向二愣同志请假。
哎，等着，哎，队长，让他把那个把军服交出来。对，把你们的军服交出来。那是革命军人送给我们的礼物，凭什么交给你们？哎，对，我拿下了。二愣，你干什么？把它交给队里保管。哎哎哎！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。问吧。狄志鹏，转过来，怎么跟沈队长说话的啊？你们跟刘解放是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没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送衣服给你们？那是他的事儿，我不知道。你去问他。哎，沈队长，福贵跟刘解放一起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边当过兵。我就知道，他在包庇你们，你们也在包庇他。我们家福贵又没干什么坏事儿，用不着什么人包庇。你敢说徐福贵没做过什么坏事儿？那是吃饱了撑的。什么？嘿。你敢说工作队吃饱了撑的？我是说福贵，没说你们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说谁？啊，你这是含沙射影。我可没你们那么多心眼儿。好，你等着，我要不让你低头认罪，我就不是工作队。窝着，都几点了啊？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！今天又干什么呀？啊！别吹了，等人齐了再说。上工了，上工了啊！别都在家里窝着，窝着干什么？生孩子呢啊！哎，二愣，我可是早来了啊！我知道，知道，你到了，你到了。福贵，你他妈总是天天迟到，你是不是看着我当队长你不高兴是吧？谁当队长我都一样，一样。从今天起就不一样了，怎么不一样啊？以后每天扣你三个工分，留七个工分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地主，你不能跟大家一样。我七个工分，你几个工分啊？哎呀，我几个工分你就管不着了。福贵，以前满仓当队长的时候你可以胡来，现在我是队长，工队说了，像你这样的人就该管教。二愣，你个王八蛋！你要敢扣我的工分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站住！你他妈干什么？你把二愣给扳倒了，你就不是地主！你他妈就你给我说听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把你扳倒了！我！皮亚中农打倒在地上，你是想翻天是不是？啊，怎么回事二愣？他想翻天，他扣我工分。他既然你工分是正确的，哎，你凭什么和大家一样拿十分啊？你是被管教分子，知道吗？二愣，啊，减了多少分？我扣了他三个工分，还留七个呢。七个太多，给他留六个。六个，我还活不活了？你问的对。我问你，你老婆为什么不参加劳动？我老婆有病。有病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是不是思想病啊？啊？你问大家呀，她一直有病。对，查真治疾。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地主婆一直在装病，为什么？啊？这是她对我们社会主义不满，所以她才装病。同志们，你们看见了吧？刚才地主分子把贫下中农打倒在地上。这是为什么？啊，这不是想翻天，是要干什么？沈队长，
是二愣要扣福贵的工分，福贵才把他打倒在地的。对，错了。二愣代表谁？二愣代表你们大家，而地主分子把代表你们大家的人打倒在地上，你们还为他说话？贫下中农同胞们，该清醒清醒了，不能让地主分子再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。沈队长，不是福贵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，那是二愣子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我什么时候骑你头上？你什么骑？好了，反正二愣当队长，我们大伙儿就是不服气。就是，干活去，走了，干活了，走，没错。快点，我先干活，先干活去啊！连自个儿都管不好，还管我？先干活去。说让我们再给凤霞有合适的再找一个嘛。啊，昨儿满仓的一个亲戚给我们回话了，说他们单位有一个叫二喜的，条件挺好，就是腿有点瘸，要是把他说给凤霞，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。啊，腿有点瘸是吧？啊，别的没毛病，爹妈也去世了，一个人吃饭，每个月还能挣工资。那什么时候带过来看看吧。行啊，我跟满仓说让他把人带过来。哎，别，还是你进城里先去看看人家嘛。啊，对。哎，满仓呢？哎呀，别提他了，成天待在家里不出来，就好像真犯了什么错误似的，不敢见人了。哎，都是我们连累的。是啊，家珍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都是那个沈队长呗，硬逼着满仓说是受你们指使的，我们做人可不能昧良心。我走了啊。哎。那怎么办呢？孩子现在什么样咱也不知道啊，还是先把那二喜看了再说吧。你要是觉着合适，凤霞回来不愿意怎么办？也对啊，那走吧。那我走了。没事儿，不行，你不能乱来，你把自己扎坏了可怎么办？快拔出来！别动他，只有这样，才有可能更好的治疗那些聋哑病人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没把病人治好，把自己扎坏了，这可不行啊！你出去，快拔出来吧！你出去吧，你别挡着我看书了。哎呀！你们看到二愣没有？二愣呢？进城了。沈队长，你们要走啊？谁说我们要走啊？我们还会回来的。你们还回来干嘛？二愣当队长了，富贵被打倒了。队长，我们走吧，跟他们说不清楚。啊，满仓。满仓，你是雇农，你应该有觉悟。组织上撤销你的队长职务，是对你的挽救和教育，你可不能反身忘本呐！哎，好，我走了。哎，陈队长，二愣，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进城。进城啊？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啊？这身衣服挺好的，我到城里边，他们都盯着我看呢。脱了。怎么了？脱了？谁让你穿这身衣服的？这衣服挺好的，不穿放着也坏了。坏了也不能穿。队长，我可是贫下中农，这福贵不让穿，我还不让穿。不让徐福贵穿，因为他是地主；不让你穿，因为这衣服是没收来的，是队里的财产，所以你也不能穿。这队里的财产，那不就队长的吗？
真是个糊涂蛋！脱了。队长，这裤子不能脱了，里边是破的。笑什么笑？我是平头。这就你是啊？马仓，你负责把二愣的裤子收回来。哎，这我是队长啊。马仓，你重新当队长吧。哎，队长，我马上就脱。哎，不管不管，快拿你的军装去！快！我没当几天队长。沈队长，沈队长，军装还没还给我呢。许不怪，你想反攻倒算是不是？啊，让开，让开！不会，不会，沈队长，你不能把我撤了，真不能撤了我。我回家，回家吧。我脱还不行吗？我队长，沈队长，别动！放我，队长，沈队长。哎，别！沈队长，富贵他反攻倒算了，我反攻倒算你娘！富贵他真的反攻倒算了，走了，干活了。小珍，工作队走了，满仓又当队长了。啊，是吗？啊，你把衣服要回来了？对啊，二愣那个王八蛋把他穿起来进城了，被沈队长骂了一顿。福贵，这衣服咱也不要啊，你放那儿我洗洗，还给川生。啊。怎么了，凤霞？你听到我拍巴掌的声音了？你真的听见了？赶紧写封信，写封信，告诉你爹妈。你就是那个啊，爸，那个哑巴姑娘。你找张健，他已经出去回不来了，出去了。一大大，二大大，三大大，四大大。你认错人了吧？你找谁？你找谁？你找张健？你就是张健带来跳过花鼓灯的那个哑巴姑娘。听说你花鼓灯跳的也很好，你给我们大家也跳一段。是的，跳一段吧，跳一段吧，就跳一段，跳一段吧。凤霞，
给你爹妈的信寄了没有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？哎，凤霞，凤霞，我带你去我家去玩好不好？我的家，家，去玩好不好？走吧，走。回去可是当老婆。好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你看，这姑娘长得都是漂亮。家珍，你看，是不是满仓带着一个什么人走过来了？那人走路像跳花鼓灯似的。是满仓，还有一个瘸子。瘸子。好像还带着一个手表。不贵啊，会不会是菊花给咱凤霞收那个二喜呀？菊花说那个人就是有一点拐，你看这像像像。富贵，回家回家啊，回家。哎哎哎哎，哎呀，哎哎，我来我来。要真是那个人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是咱俩都同意，闺女也不能同意呀。就是，这满仓怎么回事？走走走。啊，肯定不是。啊，不是啊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哎呦，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我这心揪得慌，哎，揪得慌。我也是。嗯。哎，你看他走路哈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富贵，你这样学人家，人家不这么笑话咱们凤霞呀。满仓，大叔，很多人都学我走路，你其实最像。这就是二喜。哎，啊啊，哎，好。这是凤霞爹，哦，富贵，凤霞娘家珍，叔，哎，婶儿，哎哎，啊，对对对，坐坐坐吧，哎，好，哎，快坐啊。哎，你们别站着，来来来，都坐都坐，坐坐，哎，你坐，好，哎，快坐，哎哎，你也坐，哎哎。马仓叔，来，你坐这儿。哎哎，你坐这儿，你我哪能坐那儿？哎呀，这不合适吧？这。喝水。呦呦，谢谢谢谢。啊。他们都管我叫二百，就是走路的时候啊，这腿先一百，然后胳膊再一百，二百。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，等这病好了以后才知道，腿坏了。啊，我们凤霞也是，烧退了之后，就发现聋了。哦，大叔，这人啊，有福就有祸，你关键是让自己快乐起来。这腿瘸了，那就瘸了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家别人啊，愿意怎么看就让他看去，那人家长着眼睛，
你还能不让人家看呀？二喜倒是想得开哈。是，想不开又能怎么样？成天哭啊！我妈为我这条腿啊，把眼泪都哭干了，没用，还是瘸了。我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别哭了，瘸了就瘸了，没事儿，我照样活，而且比那一般人啊活得还要好。”我妈听完我这话，就不哭了。不容易哈，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。哎，大叔，你这房子住了好多年了吧？1946年搬进来的哈。哎呦，这哪行啊？那下雨漏吧？啊，下大雨漏。这哪能住人呀？这房子得修。修房子？啊。大叔，婶儿，哎，也没什么给你们带的。哎，肥皂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使不得。这是白糖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呀，什么使不得？一点心意。不行，这点点心。这是丝袜子。这。一点心意。你看看。这。那个满仓叔，要没什么事儿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再坐一会儿。你再坐坐。哎，不坐了，我单位里还有点事儿，走了啊。大叔，婶儿。哎。我先走了。好好好。他不是来相亲的。我看这个人倒不错，腿是瘸了，可人不瘸。人不瘸，这不明明瘸着吗？妈，这凤霞，我的病人，人可好了，帮我打扫卫生了。好，留她在家吃午饭吧啊。哎，凤霞，我妈妈说中午一块儿吃饭。没事儿，一块儿吃顿饭而已。啊。来，以后啊，不要带她到咱们家来了啊。为什么呀？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邻居们都说你闲话了。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再怎么治也治不好，他不会像正常人一样的。妈，其实一个人能不能讲话他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心里相通。你别和我说这些啊，我不爱听。不过我要警告你，你不能做出一时俗成千古恨的事情来。妈，你怎么说这种话呀？我是过来人，比你有经验。妈，你别当人家面说这些好不好？我不管这些，我就是要说。是。吃饭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下是给谁家修房啊？啊，对，我们给凤霞家修房子。福贵家，福贵家，福贵家，来，抽时间，抽时间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二喜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叔，你看，那个猪肉啊，还有年糕，一会儿拿到满仓说下手，再从地里割几颗白菜。哎，你弄那么多猪肉和年糕干什么呀？你看，叔，你看来这么多人，那得多准备点啊！不是，你看，福贵，人这儿给你们家修房来了，给我修房子啊！我哪有那么多钱修房子呀？大叔，这房子不修啊，没法住了。这事儿
你就别管了。哎，不，你给我修房，我能不管吗？您别管了，来，都抬起来啊！来，走了。我没让你给我修房，我没让你给我。别管了，来，小心点啊！别管了，我没让你帮我修房。别，佳珍，怎么了？那个二喜叫了好多人，说要给咱家修房子呢。啊，真来给咱家修房子了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外边好多小推车呢，那都是修房子的料。这个肉和啤酒先别要谢啊，还买了猪肉和年糕，说要到满仓家具烧点心，这怎么行啊？我跟他说了，他不听啊。富贵，你赶紧把满仓叫来去。哎哎哎，快点快点。哎，婶儿啊，你什么也不要说了，这房子不修不行。二喜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不行，我们这房子不能让你来修啊！你快跟他们说，快。婶儿，不行不行，你就相信我吧。哎，不行，二喜。哎呦，满仓，满仓叔，你快跟二喜说呀。这些好吃的全拿到你家去烧啊！你快拿吧，二喜，来来，你看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满仓叔，你啥事儿？你过来，过来，嗯。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修什么房啊？叔，你看这房子不修没法住了。哎哎哎，你等等，那凤霞还在城里没回来呢，那人要是回来说不同意，这怎么办？那有什么呀，交个朋友嘛。嘿，我说你可真是个愣头青，这修房子得花多少钱？满堂叔，你就别管了啊，赶快把那些吃的东西全拿到你们家去烧啊！哎呀，行了。满堂，是这。既然来了，修就修吧，对吗？走走。菊花，菊花，这可不行，这不是件小事。贾珍，该说的满仓都跟他说了，等二喜愿意，你就让他修呗。婶儿，你看我这东西人都来了，你就让我修吧。我二喜是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我就想给你们做点事儿。你说二喜，这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你人家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咱都非亲非故的，你说这哪好意思呢？二喜，你要跟凤霞真有缘分呢，那再来修都不迟嘛，是不是？婶儿，这件事儿和那件事儿那是两回事儿啊。如果有一天啊，我二喜要说半句闲话，你们就戳我脊梁骨，这还不行？贾珍，富贵，那既然来了，那就修吧。哎，修也行，啊，行，那我们一定得把钱还给你，行不行？怎么都行啊，咱动手吧。哎，来，行，好好。不是，你也写写吧，来，喝口水来。富贵，没事吧，富贵啊，富贵。
没事儿。谢谢你。你小心点嘛，你吓死我了你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。哎呀，摔下来了。当心啊，当心，当心，给夹手。小罗，我不知道。你问他去哪了？这我也不太清楚。要不然你坐这等一会儿吧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走了。别别别，歇会儿再走。哎呀，不累，走了啊！哎，都快点洗啊！二喜，要过两天你有空了，一定来家坐坐。来来来，啊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不洗了，走。好，队长。二喜，回吧。哎，你这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哎，好。回去吧。哎！工作队到底要干什么？简直是胡闹！上级并没有要求工作队重新评定成分。刘县长。我们是在执行地委领导的指示，地委也得服从中央。中央指示，目前各地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加快实现农业信息化的步伐。徐家川的徐富贵是典型的漏网地主，他穿着某某人送给他的金库，把自己伪装起来。哼，这种人我们能置之不管吗？沈队长，你凭什么说徐富贵是漏网地主？群众对土改运动有意见，大家说他解放前过好日子，解放后还过好日子。土改是有政策的，不要因为个别群众不理解就怀疑我们党的土改政策。刘县长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，你跟徐富贵是什么关系？沈队长，你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是吗？你可以去调查，我们会调查的。沈队长，我告诉你，地区工作队没有权利对基层领导干部随便撤换。几个公社已经把这个问题向我们反映了，干部的撤换一定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。工作队对村领导干部进行临时调换，那也是出于对工作的需要。那个徐家川的二愣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调查过。徐二愣同志根红苗正，三代贫农，有很高的阶级觉悟。他是个懒汉。你们竟然让这种人当队长，真是个笑话。刘县长，这恐怕是徐富贵向你汇报的吧？我没时间和你瞎胡闹。你敢说工作的人瞎胡闹？你！太不像话了！小罗还没回来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。另座先等着，我先走了。徐富贵，徐富贵。就是徐富贵，哎，我就是，有信，有信，家珍，有信，有信，信，哎，信，哎，这是，你看上面写的是不是你们家？是，我们家，是富贵，
凤霞的信。凤霞的，这孩子也知道写信了哈。走走走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我说凤霞来信了啊。爹娘，我能听到一点点巴掌的声音了，嘿，能听见了。嗯，治疗我的小罗医生说，我还是有希望能听到声音的，就是时间可能会很长。嗯，好好好。哎，那二喜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房子刚给弄好，你说说。真是的，富贵，要不然咱们就把钱给凑起来，还给人家。现在哪凑那么多钱去啊？他凑不起来也得凑啊，跟他说清楚了，咱非常感激他，这钱以后一定会还嘛。二喜倒是个好人，他不会为难咱们的。是，那也不能把人家给耽误了。要不然就更对不住人家了，是不是？要不然，我到县里问问春生去。哎，富贵，这事儿你别去问春生。嗯，你现在就去找二喜去，你就跟他说，要是有更合适的，就别再等咱们凤霞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我这就去。嗯，哎，好好跟人家说啊。对。